皮，花菇的一个皮。土生金，肺，发丝的意。这个金生水，肾。发吹的音，水生木，肝发虚的音。木生火，心。那先到这儿吧。好，但是它是火生木，那就又一个循环。三焦，三焦。三焦，结束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除了撞墙之外，其他动作每天可以做五个，撞墙的话可以做二十个。这个哦，多了不好吗？多做不好吗？多做当然好。最低五个哈。一般每天有时间的话就会做，强攻多做一下挺好，但其他的话不需要做那么多。哦，其他的五个撞墙功是二十个。那个正好你没事就撞墙，不用想。像那个什么。好，好，行，你们做。不是有这个要转过来的，转过来。百杨柳，云手云脚。对，好，风摆杨柳，大家都再学一下。风摆杨柳，这个我们做的不标准，这个我们做不标准的，是的，是标准的吧？对，不是说没有标准吗？还有云手云脚的样子吧？云手哦，云脚云脚。样子，标准的问题。云脚。云手一脚合起来，不用不行。云手一脚，不是，还有大鸟式，大鸟式，那拜拜，大鸟式，结果做不好，最后一个大鸟式，总比我们做的好。是你的吧？这个好。最后大鸟式。走前面去。走这里来，走这里来，走前面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